跟我徛做伙，是咱屏东上优秀的三位一位候选人。我先讲嘉宾，我甲伊熟悉已经二十几年，得要三十年啊。嘉宾几十年来从不间断，伫屏东咧经营，伫屏东咧走总咧拍拼，对屏东的交通建设也好，对地方的发展也好，已经几十年的经验。让他成为立法院资深而且有分量的立法委员，大家可以继续拼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有资深的新秀徐富奎，虽然第一次参选立法委员，但是我相信屏东的乡亲对他都不陌生。地方的代志、中央的事务，只要是屏东乡亲的代志，他也都一步一脚印，二十几年来。服务从不间断，咱予这位为屏东付出、为屏东打拼的徐富奎，更加大的开朗，甲上你们，你欢迎好不好？好。还有一位是我们屏东特别熟悉的吴立华委员，我们的三地原住民，原来是国小的校长，这几年在立法院，为了我们屏东的原住民各项政策的推动，吴立华。是我们屏东的骄傲，我们屏东的原住民团结支持吴立华，好不好？各位乡亲，咱无要搁做中国的台湾，咱要做世界的台湾，咱要让台湾搁较好。咱屏东人团结，到赖清德上小米琴，好不好？咱屏东的众嘉宾徐富奎、吴立华，大家拢总有当选，好不好？选对的人，行对的路。大家做伙向前行，好不好？